你并不喜欢这个妻子是吗？你心里还有本宫对吗？淑妃这身子骨轻轻推一把就没了。做胎药没有让咱们怀上孩子，难道不奇怪？你和我喝了多年，从不是做胎，是必出有孕的药。不会的，你胡说！皇上多年来赏给臣妾的做胎药到底是什么？臣妾总以为只要自己一心待皇上，皇上待我也总能有几分真心的。吴公主脸色紫涨，只怕吴公主有心症。《如懿传》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纬来戏剧台。